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汪汪队的大警车玩具。警车开过来啦！这是灰灰，让他坐在驾驶座。这是毛毛，坐在这里。这是发射炮，把子弹装进去，发射。这是一辆巡逻摩托车，这是路马，它要开车去巡逻喽，出发。把车停在这里吧。这是一架巡逻直升飞机，这是螺旋桨，让天天驾驶飞机吧。毛毛坐在后面，准备起飞喽。打开门，让直升飞机停在这里吧。把门关上，我们还有一辆巡逻摩托车。阿奇要开车去巡逻喽，准备出发。把车停在这里吧，大警车出发喽。停在这里，灰灰从车上下来，灰灰要开他的工程车去工地了，出发。到了，打开门，直升飞机上来了。天天要驾驶直升飞机去巡逻喽。这里没有问题，骑驾驶摩托车去巡逻。到了，这是巡逻艇，把巡逻艇放在这里。小丽过来了，她要驾驶巡逻艇去海上巡逻喽。停在这里。